Hello， 各位观众大家好，又是我 Jackie 啊。好啦，嚟到今日第132集啦，我哋今日去咗蒲台钓鱼啊。今日开始之前咧，记得要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啦，揿右下角揿埋钟仔啦，同埋记得要加入我哋 WhatsApp group， 同我哋一齐钓鱼啦喂，click下边条 link， 我加你入嚟啊。今日东水钓蒲台有惊喜啊！下昼突然之间啲鸡开口，有声仲中到大家要留机要留机啊！用咗两三次真系开心啦，声又可以过手瘾啊！最大嗰两条鸡有成一斤重咁多，仲有脚斑泥鳗啦，池鱼不过琴日多啲，去片先啦。今日都多鸡啊！留机唔犀利，大鸡啊！哇，冲得下喎！大鸡，大鸡又过斤鸡啊！哇，系好大条啊！哦，哇哦，哇，呢条仲大，哇！唔费得师兄笑得咁开心啦，因为钓到咁大条鸡，咁大条鸡成斤重咁多，系嘛？慢慢收，慢慢收，有斤头鸡。雞嚟嘅，雞嚟嘅，雞嚟，雞嚟，雞，唔係好大啫，唔係好大。我去咗之前嗰度。哦，冇咁大，冇咁大。OK 啦。OK，OK， 下停先啦。依位師兄又中到雞啊，真係正。條大啲喎，大力啲喎。哇，三數啊，好大條啊，收埋啊，冇撚啊，哇，靚啊，三數。哇，咁你啊？咁你啊，野生咁你，哎，野生咁你啊，咸水咁你，哇，你呢条又唔系咁你啊？唔系咁你，鸡啊，细好细嘅，哇，呢条大条啊，收埋呢条先，哎，都系三叔嚟喎，都系咁你啊，一孖，哎呀，两公婆俾你钓晒，第二个嚟睇睇，哇，好中意钓三叔。一齊種，誒走得下喎，都唔細喎，咩細雞啊？啲都叫大中大雞，係釣下斤頭雞唔同啊，呢啲同係細噶啦。OK OK OK， 反正 OK OK， 哦，原來有魚啊，哇！三年爆喎，犀利喎！三年爆嗰只。系咯，護士。唔使撈機，應該好輕喎。唔使撈機，唔使撈機。好輕，但係都成斤嘅。好輕，但係都成斤。哎啊，有雞腳，哇！連雞兩嘢，好啊。抹雞，抹雞。但係啲精神。手感好啲啊！手感好啲，都系咁大条啊！系咯，姿势几好啊！哇，真系唔细喎！揈揈揈快啲啊！揈快啲啊！揈快啲啊！唔好虚蚀，揈快啲。OK， 靓啊！踢过搞掂，哇！一系啊，你都见我喺度拍紧，佢拉醒你啊 ！OK 啊，有好玩啊，分分情先啦、啊。哇！真系嚟到啦，大家加油啊！大唔大条啊？扯我落去咯、啊！扯落去啊，大啦！系啊，鸡嚟噶！系啊，大条啊，扯落去啊！哇！大條啊，大條啊！哇！大條啊，大條啊！拉上啊，拉上啊！冇冇射啊！哇！呢條大，呢條大啊！嚟緊啦，嚟緊啦！有啊，你嚇！嚟緊啦，嚟緊啦！之後啊，即係冇啊！唔好中喎！唔中！大石狗啊！誒誒，唔係喎，雞喎都係。都是雞喎、啊，
又大，系啊，又系大零蚊系嘛？周华鸡又大零蚊啊！似鸡嘅，似鸡系嘛？有中啊嘛？哦，鸡啊，应该系鸡啊，中鸡啊，啊鸡翻嚟啦，鸡翻嚟啦，可以赚大零蚊啊！中啊，中咁劲啊，仲唔系鸡？睇下揈上嚟啊，大条啊都。诶，大泥鳗啊，又系，又系大泥鳗啊！喂，咁得意嘅有大泥鳗咁多，有排条排顶，有个白颈，白颈嚟嘅，白颈白颈，诶，白颈嚟嘅，白颈啊 ，OK 啊，白颈，舒服，中唔中啊？唔中，鸡啊，大鸡，都系鸡，都系鸡，哇，大条啊，条鸡都。O K O K， 有雞有雞，又大泥鳗腳斑泥鳗啊！哇，30,000添，哦蝕底喎，係啊，啲雞中下中得下，好，誒唔係喎，大泥鳗喎，小心啊小心啊！唔好嗌住唔好嗌。中得啊，中得啊，大唔大？哇，都大喎、啊、条鸡 ，OK 啊，鸡嚟啫，唔使留鸡，唔使留鸡 ，OK， 哇，系食你嘅喎，我虽然断咗，未得人咯。公鸡嚟，咦，又系乌丝喎，估错晒喎，俾多个机会你啊，可能都系嗰条嚟啊，头先俾热身啫。我哋啊，诶、哎，打哇石狗斑啊，石狗斑，喂 ，OK 晒事喎呢条嘢，哦 OK 喎、啊、，OK 啦、啊，哎呀，上水就浮喎，你滴豆，哦，大啲，哦斑仔啊。有啲力喎、哦，雞嚟嘅雞嚟，雞啊，雞嚟嘅，哦中雞啊中雞啊 ，OK OK 啊黃雞，幾黃啊，哦有雞啊有雞啊，喂，咩噶？哦火獅腰啊，靚喎呢條啲大條啊，有啊，誒刮三刮啊都唔細啊都唔細啊 OK 啊，可以啊 ，OK 啊呢條 OK 啊。诶、欸，两条两条 ，OK OK OK， 慢住慢住。好啦，嚟到今日整体渔获啦，今日啲鸡比琴日多，同埋阿师兄最大嗰两条鸡有成斤重，有成斤重啊！咁仲有脚斑泥鳗啦，有鸡有沙鳗啊，有池啊，有三苏啊，有啲荔枝啊，啲石狗啊。30,000咁样咯，系啦，咁今日渔获都丰富嘅，咁我哋嚟紧都出去钓鱼嘅，咁有兴趣同我哋一齐钓鱼朋友，记得 click 入下面条 link， 加入我哋个 WhatsApp group 啦，同埋记得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 啦，拜拜。